咧100个 level 嘅风力啦，不特止佢，仲要呢度会可以制冷嘅，制冷个冰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ia， 啱啱咧好辛苦咁行到上嚟清水寺个井嗰度啦，咁啊好热，热到真系滴晒汗咁啊！好彩咧，我咧系有一把手提风扇啦。嗱，呢一个风扇咧系咧一个 Amichino 呢个牌子嘅咁嘅紫色，好衬我嘅套和服啊！首先好靓，咁佢有咧100个 level 嘅风力啦，不特止，佢仲要呢度会可以制冷嘅，制冷个冰球，所以我叫佢做冰球风扇，因为好似有个冰球咁。当我咧头先行到好热嘅时候咧，我就 cool down 自己，感觉上咧真系突然间冰凉好多，情况系好过咧我攞住一杯冰嘢饮，喺日头之下融晒。咁呢个已经系不停咁制冷，咁当我好热嘅时候，我块面咧就好容易红啊，好容易咧会敏感咧，我都会咧将佢敷一敷块面，咁呢两个面之间即刻都会敷翻翻，都会冇咁容易红噶。咁啊呢个冰球风扇咧个风力咧其实都唔错喎，即系睇佢嘅样，佢呢个系涡轮式风扇，通常咧涡轮式风扇咧都会比普通嗰啲风扇会弱少少嘅，系啦。咁但系咧呢一个嘅风力咧，我觉得咧喺呢个咁嘅状态，今日系38度啊，今日大阪系38度啊，咁喺呢个状态之下咧，我都觉得佢救咗我一命啊！